自拍四毛九的杂志，等等等等，这样，哇，我看得到汁水里面。哇塞，北北妹，果然一吃杂志评论区就炸锅啊！叫的比。朋友们，别急别急，今天我们要来评论区最火的 Church 杂志，大家也是美国杂志三巨头之一啊。1952年就开了。And can I have three pieces Texas tenders, apple pie, and sandwich? That's it. That's it. 一共17.17块。Which one you like best? I want this one.And that ranch 我要两分酱啊，我是用两分。那兄弟们，给我搞错了，我去换一个。我的 apple pie 呢？他们给我少了 apple pie， 我得去拿。大众一起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还有一堆酱，当然还有一杯 Diet Coke。 这个三位就是3.99块。美国这一边所有炸鸡类的堡它都叫 sandwich， 所以我问他 burger 有没有，他说没有，里面是牛肉馅的才能叫 burger。 两片酸黄瓜，一点黄芥末酱，鸡块最下面的他们单独的酱，酸黄瓜很简练，它鸡肉是爆汁的，多汁的，然后有点焦香感。它的辣，所谓的辣我觉得都不叫辣，怪不得这么多网友说必须得点辣。嗯，他家的 sandwich 还是 Chick-fil-A 好吃。我目前吃过炸汁的这种汉堡是 Chick-fil-A 是 YYDS 的。看他们家土豆泥啊，看起来还是不错的。我们来一口，他的土豆泥有一股独特的风味，那种香料的味道，就在肯德基的土豆泥基础上，它更柔软、更顺滑，哦，真的很独特。嗯，还不错。吃完了，第三个我们尝一下它的派行不行啊？他家的苹果派，他们家只有一个派，然后这派外面放了一点什么酱？糖粉，完全干掉的糖粉，我的天！1.79块的一个派，咱只能说这里面跟糖浆一样，苹果酱汁一样。相比之下啊，还是那天的 Jollibee 的派好吃多了。哇，齁甜，齁甜齁甜，这真不行，真不行，兄弟们。好，我们最后一个4.49块的炸鸡，噔噔噔噔，这颜色我喜欢。那它的 biscuit 跟别人家完全不一样，它那是有点像上面抹了糖霜的那种小小面包一样。嗯，这个 biscuit 比别家要松软很多，松软。炸鸡一个大鸡胸，这肋骨，这样一个鸡腿，一个老哥最说最喜欢的这个酱 ，creamy jalapeno， 带一下这个酱。哇，来一口。嗯，果然好吃，但我觉得它没有 Jollibee 多汁啊，所以酱很不错，带一点点蒜味的。咸口的酱我喜欢。吃完一个，我们换一个酱，叫 Brunch。哇，太满足了。里面就有点柴了，吃下来我觉得这个酱更好吃一点，咸蒜味的。有些东西他家东西真便宜，而且他的肉感觉要比 Jollibee 要多很多。第二个吃完了，嗯，特好吃，这里面汁水多，这都看得到汁水里面，能滴下来了，还很烫。刚才鸡胸实在不行，这个还行。吃完了，你看这个吃完，我能吃出很多的这种油渣，但是 Jollibee 吃完之后，它几乎是没有什么油渣的。哎，总的来说，我觉得如果说不看价格的话，我会选 Jollibee 啊，但这一家价格可能只有 Jollibee 的一半。好了，今天内容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大家喜欢，帮北北点点赞，这对我之后创作也是最好动力。我们下期吃什么炸鸡，评论区你们说了算。拜拜。